好喝不呀？好喝。姑姑，我要喝奶茶，我要喝奶茶。姑姑给你煮去，好不好？给我弄炒奶茶。好。我们家有很多纯牛奶，没有人喝。我现在准备做焦糖奶茶。我前段时间不是看网上好多人在那个炒那个奶茶吗？我今天也用纯牛奶做一下。首先要找茶叶，找找我们的茶叶还有白糖在哪个地方。茶叶在哪儿？哎，没有呀。这是啥？这是不是茶叶？这有点不像啊。茶呀茶，这是花椒。我们的茶叶呢？这是芝麻。这儿没有，看这里面有没有茶叶。茶叶在哪里呀？这是啥？冰宝糠，这是冰糖。我啥也找不着，就知道我在家里面不经常做饭。我要去问一问，问一问我们家茶叶和白糖在哪个地方。这是茶叶呀、啊、原来这就是茶叶，我以为不是的。开始做奶茶。茶叶该煮了，一看你煮的都了。快来！那我烧的水已经开了，我刚开始开的火太大了，然后放的茶叶太多了，现在要加牛奶，加牛奶。要把牛奶再烧开。烧开了就好了，我估计不成功。就刚开始我直接开大火，然后把那个茶叶放进去的时候，吓人。要把茶叶再过滤出来的，家里没有过滤勺，我就没有过滤。茶叶放多了，有点苦。来，小口，别等大口哈。好喝不呀？好喝。你这有点苦，你整个给我长脸。那你再尝尝，这不喝也能好喝，喝。喝完了再喝点儿，给姑姑个面儿，再喝点儿。再不想喝第二口的佳佳。好喝不喝呀？有点苦、啊，哎呀，后味有点苦，反正不成功，不成功就是失败。姑姑还要喝奶茶，我不要放茶叶，我弄的奶茶你喝去呗去。苦，我喝去呗。苦，真不好喝，哎，那叫做辣椒，我浪费资源，哎。哎呀，那家为啥弄的那么好喝，还是人家假装的好喝？你都长到糖了呗？我长了，我长可多倍了。姑奶茶，你为啥不喝了？光苦。光苦，好喝不好喝？好喝。好喝，你咋不喝？光苦。还是佳佳会说话，就不说难喝。